我说，等一下，你关进去哈，你们出去，灯关掉，它会叫的。对。确定吗？是百分之百还是说？百分之百都一定会叫。好，来来，这样啊，就等一下都要出去一下，暂时出去一下。我出去啊？没有，等一下啊。我们都要离开。我们都离开、啊。对啊，看他会不会叫啊？你这不会叫，哦啊、你这等于是你无病呻吟啊。就是假设真的有叫，我们再来矫正。好，那就是走，我们出来。Andy 过来。哎、啊，我要去那个。Andy 在这边，他也会叫。他不会叫。对，有人在他就不叫是吧？对，他就是不想看，他就是 不想看到没有人。好好，来来来，走、啊。我们在网络上讲说这个叫做分离焦虑症，这个轻微的啦，那也不是很严重。哎，嗯、哎，来来，要，就这样。嗯，等一下，看他叫多久。哦，真。好，有叫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来来来，我知道有了。嗯、哦，有，就是叫一阵子，可是不是一直叫了。这样也不行啊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个叫会等一下，我如果制止不了这种叫哦，嗯、他看到狗在那边叫，你制止不了，飞到你身上来哦。飞到我身上来干嘛？哦哦哦。好，好了，好来。好，马上哦，要喊一声哦。好哈。两手抓紧。快点！你对啊，你嘴巴没有喊，再一次。哎、欸，对，摸摸它，它不叫就轻轻摸它，对。哦，乖。轻轻的摸，你摸太大力。好了，进去是不是因为害怕？不是，它要去追车子，哎、欸。好，发动。注意看喽。他不会掉下去的，不会。哎！哦，再一次，来。好。等一下，等个30秒，自己算一下哈、哦。你看我有一次了哈、哦，你注意看喽、哦。我哎，你的手要这样抓，不要你这样都不够力，要这样子。嗯。好，发动。看到我，你没关系啊。哎、欸，到，乖呀、啊！我是上帝，他怎么敢叫？上帝不是只有爱呢？上帝以前为以色列人不服从哦，全部杀掉。所以他们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呢、啊。他为什么不叫？他知道我他妈你叫你就惨了、啊。而且你刚刚拉得很好，你嘴巴没有喊。最后我们是希望喊一声。我后来第二次没拉他吧？嗯。有没有看到？嗯。你看我这样不是说他已经好了？嗯。因为我比你们厉害太多了。嗯。所以你要先早晚练一下。嗯。刚刚你看拉的已经很好了。嗯。你如果是这样拉更厉害，这样，哎，他马上被趴下，有没有？好，关掉。